主料，银耳100克，木耳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花椒油、葱姜蒜、醋、辣椒油、黄瓜、木耳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将银耳、木耳泡发一个小时后，用水焯一下，黄瓜也切成丝，将胡萝卜切成片，用水焯一下，油热七分熟后，放入花椒、葱姜蒜炸，炸出花椒油倍用。将各种调料放在银耳中，搅拌均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银耳可泡发的时间长点，炒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